嗯，好。他们有这么的皮斯？哦，我想说明他们有人挖了2次，然后他们队友就说他们很可怜，他们没有钱买箱子，不要看不起我们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现在已经逆转了。我们只有影院没钱而已。我剩-60块了，我快了。哇，哎呦，铁镐差很多，真的，还好你刚刚有。真的，如这果句刚刚话，是繁星，那就真的没救了。真的，因为那时候你还是死镐，借死钱还镐要借两不百，了嘞，可以借我钱吗？可是你花不死镐了啊。如果花200块钱，真的会哭。第一门也是屁事，都放了，都放了。没有间谍，我们都是好人。都是自己人啊！我们只是很穷而已。哎闪呦哎呦，电！闪电异形，电！对，你要随时小心国王换位。我先去买技能。现在这个国王换位哦，他会10秒过后才换。哦，他先提示你是不是？所以可以做准备。哦，这么用心啊，这么用心啊！被骂过都不作者是谁啊？这么用心？应该是我吧？哇！是被骂过啊！当然啦！OK 啦，哎，你干嘛啊，玲玲？离婚？你他干嘛炸被炸死死了？了！被炸死了！你间谍哦！不小心，意外意外。被古莲花炸死，哪有什么好意外的？你间谍哦！没有注意到哦。已经够穷了，你的他们已经够有钱了，你又让他们更有钱。这个经济悬殊啊！我技能现在都有了，瞬移狂暴，好，还是继续挖钱好了。买完技能25块，然后外面第一天要九百了，都比较要结婚 peace 了，了，我要继续负债了吗？结婚结婚，900，哎呀。勒索啊？勒索？谁？谁？谁？好像不是我们这里人。不是哎、欸，他我们们这吧？里发现没有哦。谁？杰克吗？杰杰克那边？克是不是杰杰克克？杰没克是不是吧？有结婚？杰杰克，克？杰克跟纳杰吉克吗？跟纳吉？对啊，一定是杰克，杰克，要抓抽到死！了。之前杰克都是被偷吃的一方，现在他已经学坏了。想吃吃看呢？对，为什么大家为都什这么么别爱人跟我吃？在一起都要偷吃？我偷自吃这己也么要美味吃，吗？自己来试试受看。不了了，不要哎，学音乐坏给你过来，音乐，啊，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旁来边。来坐转，给你了。哦，好像影院也我可以可以有上黑曜去石了。搞了。有了有了，我先上去换稿子。哦，我终于好有想好的稿子可以用啊！你，好现在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领取终于可以发财了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哎呦，不是假的第一假的天都好快想过你。38个月了，哎。然我后在。王国之战的黑曜石稿大概多久可以获得？演员就说，哦，大概900秒吧。快第二对天的啊，差时不候多，差吧。不多，差不多。快第二天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拿到黑曜石稿了。太惨了，我天啊！这游戏，绝对跟国王无关，哇，绝对是200。作者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作者在我们这里要加油啊，给我们好运啊！好运是要自己争取的。自己争取的。哇，对，因为他大富大贵，他有本事这样讲。哇，他 diss 我们。哇，这个没有啊，我人那么好，对啊，你人真的很好，还发对面钱嘛？对真啊，的，直接离婚给对面钱钱，人真好，我都怀疑你是间谍了。好凄惨。有，开始拉回正数了。我怕他们等一下有没有都父附母魔好装了，弄得满满的，应该还行。
哎、欸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有人在上面吗？中间，中间，走走走走，有没有人在上面？我没有爆冲，我冲去中间拿。哦，赶快赶快，他们有一个人去中间。二零可以吗？有你先，你先。拿到了吗？啊，你退你退，刚退，你拿到你拿到了。我现在拿到那个素描不会发光了，还是以前都不会？本来就不会，以前就不会，以前就不会。嗯，对，素描不会发光。超爱你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你忘了要放在哪里是不是？记得。你忘了的话，你可以问一下作者啊。啊，你就是作者啊，不好意思。记得。有了，有钱了。我看你在那里干好不好？有钱了，我要去换装备，我要去换装备。哇哇！想起2000告诉我们，金钱是要自己争取的。哇！真的是自己争取的、啊，自己争取来的钱啊！哎，不是财神爷给你们吗？财神爷爷，可是是你带着财神爷爷来的、啊，我夸夸你耶！嗯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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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赌一下，我怕他们在附魔，我要赌一下。哦，好，尽管赌，在600块的纳吉面前。赌博没问题，来，我们都赌。哈哈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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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六六六六，归零了，归零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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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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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我觉得他们等一下会不会也赌？要去领钱啊！哦，他们要赌回来了。玲玲要买书柜。好，我赶快先把附魔装弄好，我就赌他们还不会中。剩下40秒，估计会亲内内，我先把内内脱掉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事。旅行商人，哎、欸，分析后面，有有有，自建时空。我换 bug， bug， 小气鬼，换 bug， 很穷了。明明就还有178块，多赚更多，等你发大财是吧？啊，一天29等，笑，还是那二零，等下你要再去冲中间，我吗？看谁啊？我已经有等级了，好啊，啊，那音乐可以再帮忙另外书柜吗？好，我来。八个嘛，再7个嘛，对不对？7个，好。15个，对。我这边29等，等一下就可以马上付。有有有有有，一世一家繁星。哇！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脚踏实地，一世一家，有没有？简单。嗯，不像那群奇怪的人在那边发钱，哎、欸，红队，哦，我们，哦，对对对，有没有，七枚啊，哎呀哎呀，这中间一定抢到吧，闪瞎他们，没什么话说啦，这里，啊，二零，你又抢到中间，有啊，抢到了，抢到了，要开心一点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敷衍。我就想说奇怪，我身上怎么那么满，全都是石头啊！凡凡，你家要盖在哪？我是一堆石头啊！有书柜好了，书柜好了，有有有，好，感谢，马上来弄，好强势哦！叫啊，这个版本火焰供养会被盾挡吗？对，好，嗯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那是1.14.3。哎、嗯欸、，no！ 我一定要。我至少有一把强势，虽然就 only 强势，只有强势，就这样。零七药水，我不能放弃希望，我再丢一次。好，使用扣150分。欸、大家不要不要再赌了，这场大家都要负分、欸、怎么回事啊？走走走！哎，我刚刚马上负一个，直接下去比较快。哦，这怎么烧起来？
财神爷离开了。嗯嗯，不知道怎么了？有新的财神爷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应该是显示 bug。是吗？因为没有财神爷、啊，他们看他们钱都知道了，没有人送。因为刚刚旅行商人是财神爷。好、嗯，来带回家。字幕问题。又有再次三四人，赶快付。发财树苗。哇，他在预告、哦。对，中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。我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碎碎碎碎碎。我回来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已经跑到家门口了。Nice。附魔真的好累。这里。送给国王还是附一下？这里。哦，人生大起大落啊！有了有了，我们发大财了！我们发大财了！真是先苦后乐啊！真的跟甘蔗一样，哦不对，反了。哎、欸，重点是你知道我头盔附到超强。嗯，宝山耐山，水中呼吸山，清水性，哇，可是这场是岩浆，对，在岩浆里面有用。如果是自由之海，这头盔都神了。QQ， 哇，我好怕放到精力啊，吓死了。精力，戒指啊，哦、还好刚刚很满，还是卡在身上。哦，宝石。双方都还没开战哦，要不要等下去炸炸炸他们？以后把他书柜全炸了，我输赢。哇，你好棒哦！耶，我走喽，回来了。我顺便送了一些石头给他们。没事啊，我们石头，我们石头不晓得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我们发光，刚发光，嗯。哎、欸，这样我跟繁星超强啊，还有抗性。抗性一会很明显吗？我总觉得抗性一还好、啊，就减伤 20%、欸。哦，好。嗯，对啊，比那种保护都还要强很多了。有，可是我的武器是截肢克星式，然后来把他们解体，肢解。啊、肢解克星，他们蜜蜂在他们那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有道理。截肢一下，截肢克星。哎呦，怎么？感谢有你。好。谁叫你要外遇？那几变好男人了。那几选择原谅。对啊。感谢他。哎、欸，那。你的世界应该要强制他带海龟头哎、欸，之后会有这种东东，真的假的？好棒、哦！有提议，有提议啊！好，去他们家晃晃，还是可以挑个事件让第三者自己选择，你要原谅他还是不原谅他？原不原谅自己选择，对，真的就跟投票一样。原谅或不原谅，感觉是很酷。钱，要钱！哎、欸，国王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哦、他们在用我们第一门。好、哦，我先，对不起啊，那个忘了观众场要那个，要先去。那个，对，要先去。没关系，还来得及，你们还有30分钟，还可以。哎，观众场那400秒的时候就会公布喽，要抢观众的，赶快去哦。我、哦、忘了，太顺了。欸有人在挖我们的、嗯，对对，第一门有人，不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哪里？哇，我换了弓，但我忘了换箭矢，然后就去点别人家了吗？对，巧克力，快点，小雨，小雨，哇，他火焰弓，是啊，哦，哇哇 ，QQ， 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去公布。等一下，他不是跑到家里面来了吗？他刚刚在挖那个，嗯，没事没事。墙方边，
那个盾牌。哎、欸，允月，你看我现在有身上有剑士吗？没有。好。有人多帮我领钱，感谢礼物。小雨拆散了我们嘛？嗯，拆散了我们嘛？小雨哈哈，哇哦！你不要跑啊！生气了，生气！怎么又财神爷啊？刚刚的，新的，没有，送回来。他现在送回来的那个离开没有显示，哦，没有同步离开，小问题。应该只是讯息吧。对。小雨在哪里？敢让我们离婚？这个，再来。跑到他们家，所以繁星，你是有炸弹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看看可不可以吸引炮火。哎，羊掉下去了，羊掉下去了。羊在下面哦，我是炸装备666，炸死他们，炸！我炸书柜哦，好，他们又有书柜了，小雨，书柜还有只剩一个，小雨，喂，哎，可以，是，哎，哦，他刚刚死掉了是不是？对，摔啦，他们的。哎呦，杰克有功，外面是你。我们今天都完工哦，大家都完工，火焰弓在杰克那。我们现在举盾可以挡火焰弓。没盾啊，我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繁星，我吃到他，护射。你，我没事。好，秀，这里，哎，我要更多的经验瓶。打带黄，没发光了。再来，上来的三个，哪三个人打你啊？哪三个？小雨、杰克，还有嘞，纳吉。好，所以光他们。